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对照吧，那就开始学习。那么首先第一个，对吧？我们说这个班呢更新了两大核心，第一个是不是就是这个 lambda 对吧？是啊，对吧？这是他提出的一种新的语法格式。那么在讲这个语法格式以前，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下，我们说为什么要用 lambda 对吧？是，对吧？我们 lambda 呢，它是一种这个叫做匿名函数，对吧？我们说函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呀？就说来就方法呀，对吧？我们说 lambda 呀，它是一个匿名的函数，我们可以把 lambda 呢理解为一段可以传递的代码。我们说我们现在呀，可以将代码像传数据一样，把它来回的进行传递，对吧？那这样的话好处在哪？我们就可以写出更加简洁、更加灵活的代码，对吧？然后使 Java 的语言表达能力更能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可能我这样说呢，大家可能也没什么感觉，咱们就过来试一试，说 Java 8这个 lambda 表达式到底有什么好，对吧？我们过来，我们试试，说 Java 8杠 day 01，不是，我这是建的啥呀？我得建个项目是吧？建个项目叫做 Java 8杠 day 01，我这里是不是得用 Java 8呀？对吧？你知道吧 ？Finish。那这回呢，创建一个包叫 at 硅谷点儿 Java 8，然后呢，再创建一个类叫做 test 的 lambda， 对吧？是吧 ？test lambda。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 lambda 表达式呢？说 lambda 表达式有什么好？咱们说先体会体会啊，对吧？先体验体验啊。那么首先呢，在说用 lambda 表达式以前，我们说 lambda 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好在哪儿？我们说，咱们回顾回顾什么呢？回顾回顾叫做原来的匿名内部类，大家还记得匿名内部类不了？对吧？匿名内部类，我说原来的匿名内部类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说匿名内部类还记得这个东西吧？叫做 comparator 接口，就 comparator 啊，对吧？然后我说 comparator 比较什么呢？比较两个这个，就比较两个 两个 integer 的大小吧，就比较细啊，对吧 ？com 等于又一个 comparator， 对吧 ？comparator， 对吧？就又 comparator 啊，比较两个 integer， 然后实现 comparator 中的是不是抽象方法呀？在这里边我是不是就可以比较两个 integer 大小了呀？对吧？我们说怎么比 integer 大小？其中 integer 类中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compare 方法，可以比较 O1 和O2， 这没问题吧？那这是不是就是原来的匿名内部类啊？说原来的匿名内部类，对吧？然后呢，我们说当用匿名内部类实现了接口以后，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实例，对吧？匿名内部类的实例作为参数，是不是进行传递了呀？我们以前是不是可以传给这个 tree-set 呀？对吧？比如说传 integer ds 等另一个 tree-set 就可以把这个 com 是不是有啊？把这个 com 是不传过来啊 ？control shift， 那这就是原来的匿名内部类。那么咱们好好看一看这段匿名内部类，对吧？我们说实际上有用的代码，也就是说这一段匿名内部类有用的代码，实际上就是哪儿？是不是说完就这一句，你方法说都没什么用啊？其实核心比较有用的是不是就这一句？是就是这样，上下那些说白了都是支持它的代码啊，其他的都没用，最关键的就是这几句。但是呢，我要为了完成这一句，我是不是得上下这么多行，我是不是都得写出来啊？这就是匿名内部类，对吧？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当时讲匿名内部类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挺痛苦的呀？你们说这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对吧？乱七八糟的。然后实际上是不是就只有这么一句有用，对吧？那这就是原来的匿名内部类。但是现在呢，我们说在 Java 8中，它现在有了这个叫做 lambda 表达式，就可以解决匿名内部类的这个问题了。比如说 test 二，我们说现在 lambda 表达式，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了呢？我们说实际上最有用的是不是就那一句啊？你就可以 com， 然后来个什么呢？小括号 x 逗号 y 一个箭头操作符，然后 integer 点 compare x 和 y 分号结束，就完事儿了。原来你是不是写这么一段堆？现在我是不是说白了就是把那个核心给它提出来了呀？作为一个实现，看了吧？那么
加了，我们能怎么用呢？用法就跟匿名内部类的用法一样，我们说给它传给崔赛了呀，叫做崔赛特，对吧？ integer tf 用一个崔赛特，然后你把 com 作为参数传过来，那么这就是 lambda 表达式的好处。原来用匿名内部类要写这么多句，现在只需要充其量也就两句，对不对？怎么样，感觉好吗？咱们写的这个段是什么东西，咱们是不是暂时不用管呢？一会儿说我会一点点教你们呢，你就现在觉得它好不好吧。有的同学说是没啥感觉呀，对吧？说我原来我可能已经多写了几三四行，我快捷键还能生成，你现在就变成一行，然后让我写一种新的语法，我不愿意，对吧？对吧？那么说，假如说这种呢，他说服不了你的话，对吧？那么咱们再来一个，说咱们现在干什么呢？咱们考虑这样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比如说，我现在啊要那个获取，对吧？叫做获取当前公司中，对吧？员工年龄大于35的员工信息，员工信息。类似于这种查询操作，以后在我们实战中是不是非常非常有用啊？是不是经常有到？就比如说你用淘宝，你有的时候你是不是来个价格比较啊？我取个价格区间，对吧？我给它分个类，是经常用到这种情况。那么咱们现在就完成这个操作。咱们用以前的是怎么完成呢？首先别的不说，我是不是得有个员工对象，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来个 employee， 我去创建一个 employee 实体类的对象，这个是肯定要有的吧？然后在里边我可能 private 有 student name， private 有这个int 的 age， 然后呢咱们再来个 double 的 salary 吧，可以吧？行，暂时就这三个。然后呢无产构造器、全产构造器对应的 get set 方法，再来一个 to student 的方法，多余的可以删一删， Ctrl Shift F， 是搞定的吗？然后呢接下来我是不是搞个集合啥的，对吧？然后搞一个集合，里边存的都是员工信息，那是不是来个 employee 啊？叫做 employees， 然后大家还记得这个东西不啦？其中有个这个东西还记不记得了？什么呀？是不是将数组转集合呀？哎，将数组转集合。那这个时候呢，我来点什么呢？在这里我放几个 employee 对象，他要的是可变参数吧？对吧？我就 new 一个 employee。然后呢 name 这个叫做张三，然后18岁，工资是9999.99分号，不是逗号，对吧？是可变参数啊，5个。然后这个呢叫做李四，这个叫做王五，这个叫做赵六，这个叫做田七。他李四38，王五50，然后呢赵六16，田七行8岁，对吧？8岁。然后这个呢5555.6666.66，这个呢是3333.33，这个是7777.77，搞定了。那这些是不是就是我这个集合中的数据啊，对吧？只不过创建方式是用这种啊。那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来个提取啊？那提取的话我是要干嘛呢？我要把大于35的是不是给它提出来啊？那也就是我是不是得写个方法，返回值得是个啥？是不是也得是个集合呀，对吧？只不过这个返回的集合中是不是包含着只是大于35的员工信息，对吧？所有大于35，那可能这个方法名我叫做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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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loyee， 行，就叫 employees 吧。然后呢你是不是传过来一个集合，你说传过来一个集合呀，然后把集合就一顿过滤，然后呢把35的是不是取出来添加到新集合，并作为方法的返回值，是不是这么做呀？对吧？我们说原来呢都是这么做。我来个叫做 employee， 来个 list 等于，不能叫 list， 叫 emps 吧，等于new 一个 array list， 然后呢我是不是就便利这个参数这个集合，增强 for 可以便利吧，然后呢便利 employee emp，然后呢是判断呢，说如果你从集合取出来这个员工对吧，哎 get age 要是大于等于35的话，那么我就把这个员工放哪儿去，
EMPS.add 是吧 ？EMP 加进来啊，最后返回值是 EMPS 这个没问题吧？对吧？啊、哦，我得便利 list 吧？是不是得便你参便利你参数的 list 呀？从 list 中取出一个个的员工，我看看这个员工年龄要是大于等于35的话，我就把这个员工是不是放到 EMPS 这个集合里，最后把它是不是作为方法的返回值啊？对吧？对吧？那这样的话就搞定，搞定了以后呢，我过来拿过来调用调用试试，对吧？我就在这儿调用吧，叫 add test public void test 三调用这个叫做 filter employee F I L T E R filter， 我说把我这个 employee 资传过来，传过来以后他给我一顿过滤，过滤是不是给我返回一个集合呀？ employee 返回个 list， 对吧？那这个时候拿到集合，我是不是给它取出来呀？来个增强 for sys out， 来个 employee， 看看是不是把35大于35的都过滤出来了，有没有？是不是有啊？对吧？以前咱们是不是一直都得这么做？这没啥问题吧？好，那么接下来再来，需求啊变了，对吧？需求变成什么了呢？我不仅要获取公司中年龄大于35的员工信息，我还要获取当前公司中员工工资，对吧？大于5000的员工信息，这又来了，这操作是不是很常见？对吧？在淘宝，我公司按照这个价格过滤，按照这个什么分类等等，就有很多种过滤方式啊，这是很常见的。那我说现在不仅要按年龄过滤，我现在又多了一个按工资过滤，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又得来个方法？对吧？我又得来个方法，方法返回是按工资过滤的 employee， 对吧？那这次呢，可能也叫 filter， 是不是 employees 啊？当然这次可能方法名是不是就不能这么叫了呀？对吧？叫二。然后呢，也是你传过来一个集合吧，是来个 employee 啊，是不是传过来集合？甚至于你能想到我现在里边要写啥？我甚至于我可以把上面的我 Ctrl C copy 过来了， copy 到这儿来，唯独改变一个地方是哪？是不是就 if？ 然后我就得把它稍微变变 emp 点，把它变 get salary 大于等于5000，发现区别就在一句话，对不对？那我假如我现在又来个说，我要过滤这个叫做年龄大于小于20的呢，我是不是又得来一个？你上面代码 Ctrl C Ctrl V， 唯独变的一句，是不是就这一句？麻烦不麻烦？是麻烦的，这就是之前跟大家说的了，我们说发现了有大量的什么？冗余代码，所以一旦遇到这种代码，我们就该想着解决了呀，对吧？找一些解决办法。我们说在原来，对吧？我们对这些代码最好的优化方式，那无非也就是啥了？提出来，那也不算是最好的优化方式啊。我们说对一些代码最好的优化方式，那是不是就是设计模式？咱们以前也学了很多了。对吧？那设计模式是不是就对代码的一些优化方式啊？一前辈们给我们总结出来解决这种问题的吧？对吧？我说原来最好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设计模式了。那么于是咱们是不是想对这段代码来个优化呀？对吧？我说来个优化方式一，说怎么优化呢？采用设计模式，这个种设计模式怎么用？首先我来个接口，这个接口呢，接口啊，我来一个接口，大家注意看啊，又学了一个新的接口叫什么呢？比如叫 my predicate dict， 是不是一个接口啊？接口我可以声明成带泛型的接口吧。然后在接口上我声明一个什么东西呢？声明一个方法，方法返回 boolean， 然后方法叫做 test， 说你传过来一个 传过来一个 t， 然后我对这个 t 进行一些操作，返回一个 boolean， 有问题吗？没问题吧？然后有了这个接口呢，我就可以对这个接口进行一个实现，怎么个实现法呢？比如说我来个叫做 filter m i l t e r filter employee by 什么呢？ by age， 是吧？按年龄过滤啊。然后呢，我去 implement 实现 my predicate， 这次我是要 my predicate 的泛型，我要用谁呀？过滤谁呀？是明显过滤 employee 啊，
然后实现接口中的抽象方法吧。你传过来是不是就传过来一个 employee？ 然后我在这里就可以写叫做 t 这个 employee get a 只要是大于等于35，我就返回真，否则返回假。看明白了吗？对吧？搞了个实现类，实现这个接口，是不是实现 test 呀？于是有了这个东西，我们过来就可以怎么用了呢？上边这两个方法就不要了吧，对吧？我们说要有别的条件，你说还得写好几个，现在不用那么多了，就需要一个，对吧？有何方式一呢？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呢？我就需要一个叫做，比如说 public， 是不是也是返回集合呀？对吧？也是，毕竟是过滤的嘛，对吧？叫做 filter， 比如说就叫 employee 吧，对吧？然后呢，我目的是不是对 employee 进行过滤啊？过滤什么呢？说你传过来一个集合叫 list， 对吧？然后呢，我要对这个集合按照 my predicate 的方式进行过滤，是按照 my predicate 的方式进行过滤啊，它里边指定的方式进行过滤吧，对吧？那么里边写的是不是就大致就一样了，叫 employee emps 等于 new 一个 array list， 然后呢是不是增强负循环便利 list 呀，对吧？然后在这里判断 if 什么呢？这回我不能大于小于了吧，我用 mp 里边我是不是写了一个叫做 test， 我把这个 employee 传过去，如果返回真，我就 emps 点 add 把 employees 加集合中，看到了吗？对吧？然后最后 return 谁呢？ emps， 看到吗？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注意现在上面这俩方法是不是都不要了，是不是这俩方法都不要了呀？现在就开始全新的啦。那这个时候呢，我要用的话，我只需要干嘛？这个时候来个 test 是，我是不是要调用 filter？ 我要过滤员工啊，我要过滤员工，我要把我这个集合里边的传过来吧，传过来，它是不是需要一个 my predicate 的值啊？我刚才说写了一个 my predicate 的实现，对吧？它需要 my predicate 的类型的值，说白了，它就需要一个实现了 my predicate 的这个接口实现类的实例，那么那个实例咱们是不是刚才写的呀？叫做 filter employee by age，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给我返回一个 list 中的存的是 employee， 拿到这个 employee 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便利了？一个便利 sys out 一下 employee， 回车看看取没取出年龄大于35呢？一直行。取出来没有？是取出来了。我说现在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方法我是不是只需要这一个？刚才你是不是写了很多个？现在是不是只需要这一个呀？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现在我不想按年龄过滤了吧？我是不是想按工资过滤？注意，现在设计好的东西不用动了吧？我只需要干嘛呢？大家看我的过程啊，我只要在这里右键吧。new 一个 class， 对吧？那这次比如说叫做 filter employee by salary， 对吧？ by salary， 对不对？然后呢让他去 implement my predicate， 过滤 employee 吧，实现接口中的抽象方法，然后这次是按什么过滤？大于等于5000。注意原来设计好的东西又动吗？是不用动啊，我拿过来说就直接用了，对吧？我拿过来就直接用，刚才是按这个年龄过滤的，现在我是按想按工资过滤啊。注意想按工资过滤还是调用这个 filter employee 吧，对吧？ filter employee 方法，我传过去个 list， 然后传一个 my predicate 的值 new filter my employee by salary，这样的话它就会给我返回一个 list， 是不是比如说叫 list 2啊，拿到 list 这一次是按什么过滤的？说按 salary 过滤的呀，按 salary 过滤的，然后右键运行，是不是就大于等于5？不，我便利的是 list 2，对呀。我怎么把 list 传过去了？我说得传 employee 啊，对吧？我就看你们听课没。
是不是大概都是5000吧，对吧？现在比刚才好在哪儿？刚才你是不是要是有什么需求你都得来个方法，就各位这这呢，过了年龄35的你来一个吧，过了工资5000的你来一个吧，我说要过了年龄20的你说还得来一个方法，过了你工资那个2000的你说还得来一个方法，现在呢，现在你是不是只需要这一个方法，对吧？你有需要的话你只需要是不是去来这里创建个类实现这个接口即可呀，对不对？对吧？你还需要写很多很多冗余代码的方法吗？是不用了呀，对吧？那么这种优化方式，这就是设计模式，这种设计模式我们称为叫做策略设计模式。这个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可能用的，也就是目前来说应用的是不是就这种优化了，这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优化了吧，对吧？谁还能有这比这更好的了？这几乎是不是差不多了，对吧？不能说是最好的，那它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好的优化方式，这没问题吧？那这就是原来，不是，这就是原来，对，或者说是现在，这没问题吧？对吧？那好，那现在呢？咱们再继续，对吧？这叫策略设计模式。什么叫策略设计模式？你说给他什么策略，他就按什么策略过滤；你给他这个策略，他是不是按这个策略过滤；你给他这个策略，他是不是按这个策略过滤了？对吧？这就叫策略设计模式。但现在呢，稍微这一段呢写起来稍微还有一点不好的地方，你们感觉到了吗？有哪不好的地方感觉到了吗？每次我来个策略，我都得单独搞一个类，实现人家接口，然后里边我就写了这么点点，这么麻烦呢？我每次我还得单独给他创建个类，这个类建的是不是多余啊？于是我们是不是就有了优化方式二啊？优化方式二叫做匿名内部类，对不对？对吧？然后于是我们就可以完全这样，注意方法还是要人家的方，还是得要这个方法吧，只不过参数把我 new 的类是不是变成了匿名内部类的方式啊，我就完全可以这样写了，我去调用它的 bar 我就可以叫做 test5， 然后呢还是方法还是这个方法叫做 filter employee 吧，filter employee， 然后呢我要把这个传过去，紧接着他要我一个 my predicate 的吧，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完全可以说 new 啊 my predicate 的呀，对吧？是不是按 employee 过滤啊，说这次过滤什么呢，这次咱们过滤点啥呀，比如说工资大小用钱吧，可以吧？那就是 t 点 get salary 小于等于5000，对吧？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会给我返回一个 list 呀， list 中存的是 employee 啊，过滤后的吧，然后拿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就来个便利啊，便利了以后然后我就可以 sys out employee， 然后右键运行，有没有？是不是小于5000的呀，对吧？小于5000，那这就是第二种优化方式。相较于原来，我们说原来我每次我实现接口我都单独搞个类，麻烦多余，于是我们是不是就有了匿名内部类的方式，我就可以用匿名内部类实现接口，是不是叫匿名内部类传过去啊，以前咱们是不是这么做，不错了吧，这样挺好的，有问题吗？那个 handler 也是这么搞啊， handler 也是这么搞，对吧？反正就都是这么搞，对吧？目前的解决好的方式就是这样了。但是刚才我们是不是也说了呀，刚才我们说那么我这段匿名内部类有用的代码你觉得就是哪儿？说就是 return 这里啊，有用的就这一句，但是呢我为了支持这一句我得多写了12345行代码了，是不是可读性一下子就降低了，对吧？有用的这么一句你说得把它读完，对吧？哎，结构也乱了，然后呢可读性也降低了，代码是不是根本不够简洁啊，对吧？除非你是那种早期很老期的那种程序员，那时候的程序员按代码的行数算钱，一行5毛，是吧？那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得这样写了，就这样了吧，对不对？对吧？但现在是不是不行啊，对吧？注释你就得用文章去表达一下，对吧？中文就来一份，英文就来一份，对吧？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发现这个量啊可读性比较差，于是我们是不是就有了优化方式三呢、啊、用啥呀？ lambda 表达式，对吧？那有了 lambda 表达式，注意我们要怎么用呢？注意看啊，注意方法还是得用这个方法吧，就依然用的是这种策略设计模式的这种情况啊，方法还得用这个 filter employee 方法，但是呢匿名内部类是不是不用了呀？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对吧？叫做 filter employee， 还是要这个方法，把我的 employees 传过去，然后怎么办呢？这里只需要一个小括号，来个 e， 然后一个箭头操作符，来个叫做 e 点 get salary 小于等于5000分号结束，它会给我返回一个 list 存 employee， 这样写。看懂吗？然后是不是便利啊？然后你要想便利的话，那就只需要 list 点 for each 来个 c 什么点 out print line， 然后去右线运行，这就是小于5000的。就是我写啥呢？这还复杂了吗？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往下了呀？对吧？说你想换大于的，比如说我这个，这是不是大于号啊？比如说这样看的明显一点，是不是就有啊？对吧？那这就是 lambda 表达式解决的问题。现在只需要把关键点提出来，原来你得写这么多，现在是不是就把最关键的提取出来了？原来便利集合你得这么便利，现在是不是就这样了？对吧？感觉怎么样？啊，这挣的少了是吧？对吧？怎么样，有想学的欲望吗？还不满意是吧？你觉得这种方式还不够满意？还不满意是吧？还不满意没关系，还有什么呢？还有优化方式四，对吧？还有优化方式四，是吧？优化方式四什么方式呢？注意，现在假设我们刚才那上边所有的代码都没有，听懂吧？上边所有的代码都没有，但是这个数据是不是有？除了这个集合以外，对吧？上边所有的代码都没有，这个两个实现类也没有，包括这个接口都没有。明白我现在说的啥意思吧？现在所有的都没有 ，employee 有，集合有，剩下的什么都没有，听懂吧？我就是相当于是不是啥都没写啊？就一个实体类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就可以叫做 void test 七来什么呢？叫做 list 点儿，叫做不对，我这叫 employees 对吧？是不是 employees 点儿叫做 stream， 然后呢点儿 filter， 对吧？然后呢再传一个 e， 然后呢大于叫 e 点 get salary 大于等于5000，然后呢想要便利点 for each system 点 print line。 刚才那些数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除了集合以外执行。感觉怎么样？对吧？比如说我还想怎么样呢？假如说我说那个现在我这有四个，我就想取前两，对吧？取前两你怎么办？你只要在这里来个点 limit 二，对吧？然后右键运行，看到吗？对吧？感觉咋样？对吧？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还有什么常见的操作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说我让你现在把集合中所有人的名字提出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是不是有啊？对吧？那我说现在原来提名字，你无论如何你是不是来个 for 循环呢？然后一个个的去 add name 啥的呀，对吧？那现在呢来个 employees 点 stream， 对吧？点 map， 然后 employee 冒号 get name， 对吧？然后点你想便利出来把名字，那就点 out print line。横线下边啊，那么右键
运行。对，蔡军怎么样？这位怎么样？那么这种优化方式四，我们就称之为叫做 Stream API， 看懂吗？那这就是张老板，这就是 Lambda 表达式和 Stream API， 有想学的欲望了吗？可以了吧？对吧？好了，那 F。